在纽约 SOHO 有这么一栋楼，每次路过的时候都很好奇这栋楼到底是什么，因为它长得真的很像叠叠乐。它就是纽约最贵豪宅之一56 Lanier。 这座豪宅是由赫尔佐格、梅德龙共同设计的杰作，同时也改变了曼哈顿下城的天际线，改变了世界的视野。它的建成获得了工程新闻记录杂志命名的2017年度最佳住宅项目赞誉，也得到了高盛等等旗下基金支持。135套公寓和10套顶层套房的设计，为这座60层高的塔楼营造出层层叠叠的风格，让每一栋住户都有一种自由流动的感觉。全密室设计的宽与高比例为1:10.5，使其达到在所有现代超小型公寓楼中都没有的对称完整度。从单间到顶楼，没有两层楼是完全一样，这在曼哈顿房地产当中相当少见。公共区域位于9楼和10楼，面积为17000平方英尺，包括一个俯瞰哈德逊河的足足75英尺无边泳池，以及一个相邻的远景户外日光浴露台，同样还有悬挂式25英尺热水浴缸，享受整个曼哈顿风景。